近日，有网友发现北京人艺官网演员列表中出现了郑云龙的名字，还有关于他的详情介绍。这也意味着郑云龙已经加入北京人艺。据悉，郑云龙毕业于北京舞蹈学院音乐剧系，曾获得第三届音乐剧学院奖最佳音乐剧男主角奖、第30届上海白玉兰戏剧表演艺术奖新人主角奖。